同分啊，那就好了啊。这边也没有拿卡，以为你可以赢得很爽而已。好好 ，OK。等一下，我决定要这样打，对吧？好，准备啊！哎，等啊，好，跟我讲啊！哎，这还是热身嘛，对不对？好了。哎，好没？好。好，开始了。要打我，哎，人呢？哎，人呢？我觉得这次好危险哦。哦，找我死，找我死！我要拍一个倒地的表情。结束了，哎，结束了，看，哇，我的，哇，结束了，打到了，太扯了吧，哎，我，哎，不要打我，靠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哦，我看这边是谁，钢炮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，我没有看到，哎，我觉得我这边很危险，哎，你等一下哦。在打我啊！徐宇江好像还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个人在打你啊！就是钢炮跟杂毛捉对厮杀。哎，中了中了，这边死光了是吧？好。我死了。上面死一个，上面死一个。所以这边剩下谁呢？这边等一下，哎，不要打我哦！好，剩下两个哦，哦，来看这队好基友，谁可以获得最后胜利？怎么躲在对方后面呢？我操！我操！哇，这边就激战啊！战神一对二，战神一对二，不，又死了，又死了，这样又死了，有没有医护兵呢？他竟然利用，竟然利用摄影师，竟然利用摄影师当掩体啊！现在呈现三打一的状况了，剩谁？剩杂毛了。究竟杂毛能不能力挽狂澜呢？我不能跑哎、欸，杂毛又在跑了。现在剩谁？现在剩谁？现在三个人在捕猎杂毛。光一打一，锤子弹的，竖起短打。好。我怕被打到，现在杂毛啊，在这边困兽吃兽，好不好？结束了。结束。我们太厉害了，不救人了。对了，对了。没有啊。还要靠对方吧？因为买武器都引开了。义务兵是被我害死的、啊，因为有人把我当掩体，然后射中义务兵。这也太好笑了吧。对啊，他从那个，他从我后面就射一枪，然后过去打义务兵了。是啊，这战术实在太低级了，不过我喜欢。哇，好辛苦哦！好辛苦哦！刚存活王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啊？太厉害了，活了那么久。义务兵可以多出一下。简单啊。出来演职啊！我们想好战，所以
好，这边有罗伯敦战术是不是？我开始，开始，开始啊！啊，这边还在谈笑风生啊，殊不知危险已经悄悄逼近了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中了中了好不好？中了中几发啦？哦，这边阵啊，已经率先阵亡了。哎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哦！更换我这边徐翔对峙是不是？谁输了？谁输了？哎，他被救起来了！他被救起来了！我觉得这一场他妈是烂戏啊，在那边卡在那边不动啊，然后他们的人也不敢跑过来啊。医务兵推进的，医务兵推进的，快，好不好？医务兵推进的，咱们挂啊，剩一个，剩一个哦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哎哎哎哎哎！要射射好不好？哦，这义务兵非常的非常的妈活跃哦。准备回收。没事吧？结婚啦！白队，白队先获得一分啊！哎，他还没死哎！这其实我还没死，你看我躲在后面，我躲在后面。可是你刚刚他没追到你啊？对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？直接帮我们打死就好了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场不算，本案上诉军事法庭，好不好？择日再审，好不好？择日再审，择日再，这场不算，好不好？重新，重新。Q 前期的，好不好？不错，不错。没错，一出来就被三个人秒杀了。很看的手好痒哦，痒了吧，痒了吧。只是我觉得打了以后脚应该会很痛。打以后脚也会痒。对，脚会很痛，所以还是算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在打到一半，太紧了，眼睛好难过。没有，开始又好看，打完已经开始喷汗了。对啊，刺痛的。开始喷汗，我记得我刚刚没有拿水枪喷你啊。竟然在母校里面做这种猥亵动作，其实我刚才违反中立原则。因为可以推进，因为可以推进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刚才那队好几次差点射到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点不爽，这是太恶心了，这家伙。刚刚拿水枪。是这个。不要，我怕死。再来发表一下刚刚出场被秒杀的感言。敢再也不拿弹匣当盾牌了。应该有声音。哦，对。没看到，隐晦的表情。有啊，跟他讲就只要一分嘛。好啊，三十秒之后开始啊。海啸战术没有使用出来。赛前互相放一下话。对。要换场地吗？放一下话。等一下，我绝对不会输的。想想看，哎，输。你看到讲什么？你到底讲什么？像讲的要输了。好，还要换边吗？刚刚是，刚刚不用再来一次。刚刚这场不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刚刚不算哦。加油啊！好。对啊，因为还是重新开始的。好啊。乖点。看到你我就开枪了。乖点，乖点，只是接等你一个妈的，刚才射到我啊！我要拿水枪射你，我跟你讲。好啊，那个好了，举手一下，跟我好了，好了吗？好，哎，开始，好，首先我们看这边，现在有人采取匍匐前进这种烂招，差点被打到，哎，我要闪远一点哦。哎，讲到这边好像有对峙的状况哦。好，快过来坐哦，这边两只。好，这边呈现一个非常焦灼状况，我觉得我还是不要站在这里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这样要打杂嘛，好像会打到我。啊，这边，哦，徐白燕的话，哦，那边怎样？这样把徐白燕干掉了是不是？
哎哎，等等，张王，张王跑过来。张王小心，我会小心。哎，竟然跟敌对的说小心啊！我靠！竟然跟敌对的说小心。哎。哎、欸，结束了。徐敏翔，对啊，徐敏翔，哎，徐敏翔，哎，刚刚会打到突袭，徐敏翔。哎呀，刚竟然看对张浩讲说小心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到底怎么样？哎呀、啊，不是我、啊，是你啊。他救我、啊。没有，你刚刚不是说张浩小心？对啊。因为我说张浩在后面小心。哦。我没有小心。好，白队率先获得一分哦。你们好专心哦。开始入，开始入，入到终极决战哦，开始，开始。对啊，打枪啊！好，狙击对决。哎，这开空枪，地战的，地战的视野才能全部拍到。不行啊，这焦距太那个，他那个。关系啊，你就在长矛后面，或者是钢炮后面。真的吗？我怕被打到了。我不想被打、啊。好，在长矛后面好了。长矛说他要超越每秒钟前的自己。这样拍好了。不要死啊！这样拍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拍到，哎、欸，结束了。没拍到啊。哎、欸，没拍到，就结束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哦。飞盘。我操！我操！专家。然后对不对？真的。回来了呀。为什么要找陈毅？为什么要找陈毅？他很嚣张。一小撮。好没，好没，好没。好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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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边依旧是由上一场 MVP 砸毛，好不好？摆出一二阵型，大家这样子迎向敌方的子弹。哦，宿敌，宿敌。我靠！哇，这锋利也差太多了吧？打这边，还在。哦，还修正，哦、好像在玩飞盘哦。好像在玩飞盘哦。我要从这边来看钢炮这个视角。哦，钢炮率先中枪啊！中枪，乖乖蹲下。退退退！退去哪里？不要中到我啊！哦，这边已经呈现。呈现这个二打三的局势哦。二打三的局势哦，这边剩谁？齐伟还有谁？郑朗。哦，我不太敢出去哦。我不太敢出去哦，因为我怕被子弹射到哈、哦。哦，这边射，哦，走走，哦，看，杂马出现了。啊，又是杂马，我操！哪里在杂马？奇怪，他不见。完全捕捉到，好不好？脸部对焦一下。叫我 Ghost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杂马干嘛？杂马我们救你。超吓的，叫我 close， 超白目啊！机会到，不会打到几分？不会，不会，接顺长啊！啊！好，这边好好跟我讲哦。好，哎，好没 ？OK。好。哎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想必这一场移动会非常的重要啊！这是什么子弹啊？好，开始，好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这边钢炮率先来到这个楼梯口，想要伏击他人啊。刚刚谁开枪了？对峙三小啊，冲啊！二一冲！
谁开枪了？谁开枪了？记一下对方子弹还剩几颗哦，这相当重要。大家都对峙到，但没有人敢开枪，不知道这场比赛这么的闷。哇，刺激哦！哦，先把他逼到绝路，他就会。我操！我靠，中了！还有谁？啊！义务兵也中了。还剩一个，剩谁嘞？看来这一场是难以挽回这个颓势。哎，我跟不上，你们跑慢一点啦。不要打到我！他好像没子弹了哦，听这个声音怪怪的哦。他虚张声势哦，站到最后。长王还剩几发？我把用完了。长王刚好用完最后一发，获得胜利。我也是用完了。我还有两发哎。那你还在那个，你打两个。他有信心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玩法哦，刺激好不好？他说不用嘛。啊！MVP 发表一下感言啊。MVP 不是我。是我们大家群策群力，好，谢谢。然后，